好，我们进军水之疆域啊，水世界。我难度用那个困难模式哈。嗯，继续推主线任务呗。嗯。哎，我怎么插旗了？走。They live to dominate others and... 水世界的怪物，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来，走吧，准备好了吗？虾兵蟹将似的喽。一开始，我觉得还行。哦，我不应该刚才就插旗。你修一遍哈。哦，起局了一只螃蟹。啊，螃蟹还能起局？对呀，我起局了一只螃蟹。咦？这是什么？什么？哦，这个世界挺漂亮哈。嗯。快走快走！哎，你不要我这眼啊！可以主角生。困难模式也还行。嗯。好好打的话还行。我一直都好好打。嗯，打的不错。你去打那个右边的小螃蟹和小怪哈。嗯。打歪的。就是你，嗯，哦，怎么了？天空好漂亮啊，而且这个空气中漂浮着那种亮亮的东西，就像精灵世界一样，就很好看。是这边的雾霾吧？我错了，来，这边天聊死了。这边右边应该是个法师之类的，那个右边看到了吗？你去打右边哈。插旗，怎么插不了旗呢？刚什么事？嗯，好了。刚才上面。哦呦！需要我帮忙吗？不用。我刚才用盾敲的腿。嗯。好漂亮啊！这个算是那种残破的地带，而且地上长了好多珊瑚，嗯，就是我们现在是生活是在水里，像那个龙宫一样的感觉，是吗？嗯。而且你看光线也变得就是很柔和，没有上一个血色林地那么刺眼的光了。像是亚特兰蒂斯。嗯。又要去收集能量了。没有，我们就是跑腿了。去右边最近的。有个什么蟹兵小虾将，那我不过去人打，肯定不需要我出力了。这什么玩意儿？这个东西看起来怪怪的。哦，是水世界的矿。
哦，是。啊、我们应该时不时的 G 一下。嗯，这个能解锁新的盔甲。对对。嗯，哦，你看这上面这个塔还倒了，好漂亮啊！嗯、你右我左哈。嗯，哦，这个色调是我喜欢的色调。哎呀，他发出发出这么快，有点难打哎。啊！什么意思？你哪位啊？你叫石蟹，为什么这么花？应该还会来、哎。感觉这个第七圣地就是很反派强调、嗯，给我更多的能量。去下一个地方。嗯。怎么了？打吧，先用那个温他们一下呀。开打了。嗯。这个时期好像得先把他的壳给打掉，用后武器。才是我配套的大锤。先我们先清小怪哈，你清前面小怪，我去后面。哦、你这是好多呀！对呀、啊，我刚刚本来想去敲那个螃蟹，然后莫名发现又长出来好多块。我没有插旗。已损毁雕像，什么雕像 ？Well done, Orin. Let's return to the asylum. 我可以去开门了。感觉这个奥林不是很聪明的样子。The power source is through those doors. Understood. 一堆怪，这都是怪吗？不是，你想啊，如果说你的兄弟能成神的话，他到现在也没说他兄弟成神了，到底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发生什么？这是什么什么现场吗？好，砸吧。敲吗？嗯。哎，活了，他们活了。对对，敲的慢，他们就死了。哎，我升级了，哦，升级之后好亮，我都看不见发生了。那个好难打，换大武器吧，这个是，你后面。我被偷袭了，贱人，谁偷袭我？没了。
evil。只有邪恶的人才知道什么是邪恶的气息。我感觉这个故事疑点很重。哎，这谁？这不是那圣地吗？哪个？这脸，这不是圣地吗？他怎么跑这来了？还是他的？难道这才是真正的圣地？不知道，他不说话也不能互动。就是一个雕像。走。你没什么动。啊，这是怪物，好像是你。你知道远处看你跟怪其实非常像。我上面有名字哦，这边有个什么雕像。哦，好帅啊！是什么英雄吗？靠星脸，你能看见他的脸吗？冲呀！哎呀，我怎么又插旗了？我也插个旗吧。先挑大的打。长尾巴的人，他好像在放什么东西。哦，是你啊！你在干嘛？快！嗯。这是什么 ？Orin, something just woke up.你什么东西苏醒了？什么东西？是这个吗？啊！所以我们还得继续跑。嗯。啊，就你跑得好快。嗯。看看发生了什么。这边有宝箱。啊，是灵复魂宝箱。嗯，那我们得继续讲那个。就这两个方向，你去左边的方向哈，我去这边的方向。左边？在哪儿啊？你看到了吗？我这边我是看到了一个。你敲死，你把那个敲碎之后，我看看上面一个在哪。在这边。对。这边吗？哦，看到。这边这个宝箱先别动。为什么？哦，我已经开了。怪物会不会出现？是个补血的箱。补血的箱。嗯。这不是困难模式的问题。开了。嗯。这有什么呢？你拿了什么值钱东西了吗？嗯，没有。哦，我拿到一个绿色的大锤。绿色是不是紫色的大锤、哦、紫色的比现在的好吧，比现在的黄色的好吧，不是黄色是最高等级，嗯，最高品质，吓我一跳，哦，什么情况、A fire creature in the water realm. 我系什么瑟雷斯、I'll set it free. 插旗哈、我先插旗，齐没了！哎呦，这股大人头好吓人！他。我们攻击力好低的感觉，怎么好像只掉三四滴血呀、啊？是吗？哦，好、哦，对对对对对，换短剑去打是吧？哦天哪，我拿盾敲它才掉16滴血，
我以前敲怪都掉三四百血的，这个怪好像我们是不是越级了？谋生，我用那个，你发动技能了。哦，这会儿好像多一点，打的多一点。对。天哪，我被抓住了。就后面地上应该有，我补了个血，你应该能看到血。我发动我的技能，冲上去打。可以用那个闪避啊。你没血的话，你就跑。冷静的打。可以插旗了吧？好。哎，他倒了。倒了。跑跑跑！哎，怎么了？发动奇迹好快呀！哦，没事没事，嗯，他闪光之后，他马上发大招，哎呀，哎，我没闪开，我按了闪避，但还是没闪开。死了！哎呀呀呀，我们有点大意了，他。没有要死的意思呀，而且他也不给我，我不想看。啊，是的。他也没有给我血球的意思了。哦，天哪！躲好。嗯。着了，怪不得我一直掉血。我要死了！坚持！不行，我一直在掉血，我被点着了。哎呀！怎么了？我挂了。我来了。我得坚持到你活过来。我也不行了。坚持一下。我就剩一个血瓶了。不行，我马上把他打死了。真的吗？看起来不像耶。死了好危险！
天呀，你看我还剩多少血，我刚刚就剩下一个皮儿，你知道吗？一层血。天啊天啊。我们越级了，这个怪绝壁不是我们现在。哎，顶上这个东西怎么不跟我们补血呀、啊？这会儿。哦天哪，刚才打的好艰难呀。嗯。不过打的挺好。嗯，没觉得挺好。这样打的才有意思。我觉得我打的一点都不勇敢。就是应该这么打。勇士从来不躲藏，勇士永来都勇往直前。我刚才因为只有一个血瓶儿。而不得不躲藏，这是勇士的耻辱。On to Lunara。找谁？啊，完成了任务，耶 ！The seventh sanctum. She's sick. The rites of ascension were not made to be used on a construct. 不是让他研究吗？他怎么用了 ？She's a person. Yes, she thinks.She feels, AI 吗？ But she's not a Valorian. We were made by the Archons to be their vessels. She was not. So the Ethereum, it could kill her. She knew the risks, but do not assume the worst yet, Orin. 啊，他们都是制造出来的声音。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玄而又玄，不知道在说什么。The barrier is down. You are making good progress.And you're getting sicker. I'm on my journey. Same as you. It's the Earth Ethereum you took from Zamora. That's what's making you ill. Because you're not a Valorian. Perhaps. But that elemental Ethereum is the key. Without it, nothing else matters. So let's continue.Lunara's shelter no longer has the protection of Makros's magical barrier, but it is still locked. 啊，这是两种符印都需要哈，符气和水系符印都需要。恐怕我们又得去刷任务了。哎，现。